他晕倒了，让他骑我的马，是，加速前进，快，排一堂，来，把马抬上。同志们，大家在坚持一下，我们一定要赶在敌人之前，赶到对九峪，明白吗？哎，快，加快行军速度，跑步前进。 进军杨响欧部的二纵，已经向对九峪以西至阳泉区大麦礁推动。进军的右翼李生达部配合其行动，经三泉镇向下部杏野一带移动，其先头部队2010旅已连夜向罗巴沟原庄一带集结，准备于第二天拂晓配合杨部发动突然袭击。按照预先部署的作战计划。 命令七十八师主力二三二团首先发起攻击，然后左、中、右三路迅速包抄过去，聚而歼灭之。刚才接徐海东的报告，二三二团已经接近了对九峪地区，可是韩先楚高烧不退，恐有生命危险。 39.5，属于高烧啊，团长。我这个人吧，只要一打仗就兴奋，一兴奋呐，脑袋就发热。团长，你这身体有病才发的烧，与头脑冷静不冷静没关系啊，团长。哎呀，不就发点烧嘛，算什么病啊？你这不是普通的发烧，你这伤寒弄不好会死人的。 这样吧，你再给我打一针降降温啊！退烧药刚打过，不能再打了。那你不打怎么行呢？我还得上前线呢。什么？你还去前线？身体都这样了，你怎么去前线呀？我不上前线，谁指挥作战呢？团长，军团命令我团立即发动进攻。好，通知三个营，准备行动。另外，咱们指挥部也得往前移。是。 团长，您需要休息啊！啊，肖丽医生啊，你放心吧，我已经好多了啊。这个指挥东进部队作战吧，毛主席不能没有马骑，赶紧回去吧啊！这，对了，跟毛主席表示感谢，就说我已经好多了啊。那你也多注意身体。好好好。 三二团在韩先楚带领下首先发起攻击，已经打进城里去了。<笑>我们这个中路军副总指挥呀，硬是能打硬仗嘞。<笑>主席啊，你用对了一颗棋子，正满盘结活呀！<笑>报告。哎，怎么这么快就赶回来了？这个韩先楚脾气太坏了。 电台怎么样？现在没事。刚才接到区委通的来电，韩建楚的二三团已经打开对九峪大门了。好，命令其他部队从左、中、右三面全面进攻，同时派出快速骑兵两翼包抄过去，切断进军李杨两部的联系，分隔包抄，争取各个消灭。是。主席，你这找什么呢？火啊！
火，我的火柴。主席啊，脑袋都要搬家了，您还有心思抽烟呀？我们要东征，阎锡山呢给我们捣乱，不让我们东征。嗯，我只有放把火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这把火一定要烧到阎锡山的后院。对，来，继续研究。 韩延柱患了伤寒病，高烧39.5度，需要马上治疗。什么？二三二团怎么才报告啊？他们是干什么吃的？韩团长说了，不让吴中队报告。这个韩显柱，这样，我命令你马上带军医把韩建柱接回来。他现在不仅是二三二团团长，也是我们中路军的副总指挥。是，走。还是我亲自去吧。 长官，求您救救他吧！再不救他，他就死了。雷声队长，到。你老跟着我，有一些来救治伤员。不行啊，团长，我要照顾您的病情啊。你再不救他就死了，优待俘虏。 看韩团长了吗？没有，看何局还是找不着。团长，我们韩团长找不着了。什么？团长找不着了？关巨洲，你是干什么吃的？啊？还叫人干嘛呀？把你命撒出去找啊！我一个营都撒出去了，死活找不着。团长没了，我怎么能上去交代啊？告诉你啊，关巨洲，你就是挖你三尺也得给我把人找出来，听见没有？是，参谋长。 关营长，什么情况？去看看。是。参谋长，团长在发烧，一直在说胡话，烧糊涂了。怎么成这样啊？团长生这样，你现在找到他？我不知道啊。团长。发电报，二三二团粮食紧缺。 喂，哎，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你不要命了？哎，把他扶起来。韩先楚怎么样了？主席派去了最好的医生，目前病情基本稳定了。你回去。 转达主席对韩先楚的问候。是，去吧。韩先楚是个人才呀。嗯，主席啊，徐海东提议要任命韩先楚为78师师长，你的意见呢？好啊，我完全同意呀。
首长好。啊。哎，你怎么也趴下了？你看前两天活蹦乱跳的。师长，这些都是患上伤寒病的同志。啊。哎呀，怎么会这么多人呢？想办法给他们增加营养啊。是。哎，师长，上级给我们补了一些法币，但是有了钱还是搞不到粮食呀。为什么？啊，师长，是这样的。 这里钱啊，是国民党的长期驻军地，粮食一向短缺，咱们红军来了以后啊，老百姓也提供了一些粮食，但是我们还是无法弥补我们的短缺啊。哎，这段时间你生病了，也没东西给你补补。哎呀，我没事儿，我好的差不多了。龚先科长，到。上级虽然拨了一些钱，但是还是不能大手大脚啊。是，我已经要求师团一级的领导都得节衣缩食。 大家一起战胜困难，啊！卫生队，到，尽快想办法，让这些伤员康复。是，龚先科，到，给你个死命令啊！至少保证每个伤员一天一个鸡蛋。是。另外，我命令，全师从明天开始，进行严肃群众纪律的整顿，除了留守人员，所有部队全部下去，帮老百姓干农活，啊！只有做好群众工作。 才能解决粮食问题啊！孟老扣，你这是多长多短？你不讲道理！我不跟你说了，师长，我要告孟发财。你这是恶人先告状啊！怎么回事？师长，司令部在分发缴获敌人武器弹药的时候，孟发财的一营比我们二营多领了一挺机枪、两箱弹药。你小子进店这缴获敌人的马靴和匕首。 分发缴获敌人武器那天，你去抢马靴和匕首，我就多要了一挺机关枪、两箱弹药，怎么了？这是司令部认可的呀。司令部，你之前是司令部的副参谋长，你这儿进水楼台，有完没完了？你们两个营是二三二团的主力营，啊，就为分配缴获来的武器弹药，吵吵闹闹的，像话吗？你们俩？ 你们二营本来就比一营的武器装备好，多分个把机枪、两箱弹药，有什么了不起的？那打敌人的时候就有用了。报告，孟营长，不好了！怎么了？我们营去做群众工作，家里的武器被二营几个人抢走了一顶机枪，还打伤了我们一个兵。哎呦，关金钊，你这也太不像话了！你，师长，你看看啊，怎么能这样呢？怎么回事？ 就让去拿枪了，没让打人。你这是拿吗？你这是偷，不对，他娘的抢！那当年手枪团的时候，黄团长还带人抢过你和我呢。你给我闭嘴，把东西退回去，跟他们道歉。这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哎，我就压你了，怎么地？行，枪可以还他们。 跟他道歉绝不可能。不，你告诉我为什么啊？为什么？跟你学的，永不道歉，就这个。你给我回来！我说你们俩呀，两头犟驴拴不到一起。师长，你错了，一条缰绳拴三条犟驴。你们俩才驴呢！你说对了，我倒看谁犟得过谁。 道歉，跟他道歉，不可能，我去找被打的士兵亲自道歉去。快点！真是一个犟驴呀！严长官，在你的重兵围剿之下，共军已经撤出了对九峪地区。蒋委员长发来了嘉奖令，决定重赏进军。燕主任也发来了电报。 两个师的美式装备马上就到。哎呀，算了吧，共军撤是撤了，可是我进军损失惨重。哎，没想到。 这个吃辣子的毛泽东，哼，不是个等闲之辈哦。参谋长，到。传我的命令，
撤出对九玉地区，放去剿灭红军主力的计划，将我们禁军的主力集结布防于汾阳、孝义、灵石、界休一带，沿同浦路和汾河堡垒线扭结起来，严密设防，继续防堵红军。东进北上。 是，等一下，严长官，现在不能撤呀！现在要撤了的话，就会错过歼灭共军的最佳时期啊！此刻就应该跟共军决一死战，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别提什么决战了，要决战，等着你们南京的。 中央军来了再说吧，吴老弟，呀，我累了，失陪了，哈哈，休息啦。没错。 太原来电，又是要求增援禁军。魏佐英明，三天来连发了三个电报，像催命一样催着我们呢。请魏佐明示。这个阎锡山，要装备，要军饷，十几万大军，挡不住共军东进。那就从洛阳、徐州。 武汉等地抽调六到七个师入晋增援。是。嗯，电告阎锡山，他也要积极调兵遣将，配合援晋大军，务必将共匪围困于晋西一带吕梁山区，切勿使其继续东进。是，魏佐。 电告陈诚，要他出任晋绥陕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统一调动中央军和西部地区的军力。是。哎呀，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旅路云和月。嗯，委缩的书法剑走偏锋，刚柔并济啊！哈哈哈哈哈哈！ 哎，还是晏主任最解我意呀！好字，好字，好字，好字！啊，先出，我们东渡黄河时，你跟我说过一番话，你还记得吗？我还记得，主席。我们现在要回师西渡了。 可有一些同志呢，想不通。嗯，宪初啊，你对东征和现在的西渡有什么想法？蒋介石让陈诚带了七个师的中央军进入山西，其实不是为了纯粹打红军的，那是为了跟阎锡山抢地盘呢。嗯，而阎锡山那是个土财主啊。 他肯定不愿意跟别人跟他抢地盘，我们就是利用他们俩人之间的矛盾，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扩大我们的抗日根据地。现在粮款也筹足了，红军队伍也壮大了，最重要的是和西北军、东北军都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这样陕北的情况就好多了。毛主席，我觉得您这个逼蒋抗日、回师西渡的战略决策。 是一石二鸟，好一个韩先楚啊！你比赵子龙聪明多喽！啊，主席啊，跟赵子龙我不敢比，跟那个没脑子的张飞啊，肯定强不少。我们东征啊，是为了抗日，嗯，蒋介石围堵我们，企图消灭我们于吕梁山区，现在。 我们要回师西渡。
还是为了抗日。蒋介石一定会重兵的跟进呐，可张学良和杨虎城他们就不愿意喽。主席的心思我好像听明白了，您是想继续调动蒋委员长吧？25000里长征的时候啊，我们的蒋委员长总喜欢听我们指挥嘞。红军东征回师后，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表示愿意与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蒋介石肯定不干，调集兵力准备进剿陕甘宁边区，并以宁夏马鸿斌的部队堵防红军西进。中央军委为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迎接三大红军主力会师，进一步扩大红军，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一小部分兵力牵制住东线之敌，以主力部队向陕西、甘肃、宁夏等三省边界发起西征战役。5月初，毛主席在瓦窑铺地区主持了中央军委西征军事会议。韩先楚，到。红军西征啊，你最有发言权。当时你是78师的师长嘛，15军团中主力中的主力。你说说，这个红军东征和西征，其实战略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红军创造一个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所以我们在西北部刮起一阵旋风，目的就是扫除一切阻碍红军发展的障碍。说起西征，就不得不提攻打定边城，但是这一仗，我不说大家可能不知道，我犯了一个错误。没有了这个错误，可能也就没有了定边大捷。战场风云瞬息万变，你韩先楚就是一个丑陋的战机，砍头也不会改变作战意图的人呢。参谋长，到。命令232团，路过定边城，在城关外围打尖，顺便让关副团长来见我。师长，您看，说曹操，曹操到。叫。师长。啊。咱们的侦察小分队已经进入定边城。啊，这正如毛主席所说，这定边里头有无数的土豪劣绅啊。这回咱们缺粮少盐都能解决了。关雎州啊，你现在不像个副团长啊。怎么不像副团长？你像个打家劫舍的土匪头子。打土豪没问题，但是一定要记住，抗日统一战线这条杠杆不能碰，听到吗？有些开明的土豪、开明的地主，不但不能打，还要登门拜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土豪劣绅也要团结？你就是啊，学习太少。来，你看，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讲话稿，毛主席啊，这是《论游击战争》，都拿着。好好看看。师长，你打小就知道我，这一读书没少挨我爹打呀。那我告诉你，我从小跟你爹读书，让我学会了做人的道理。后来呢，吴焕先政委教我读书，让我知道了什么叫革命。现在，咱们要认真读毛主席的书，要知道为什么革命，怎么革命。成天什么都不懂。打完定边城，我替你背书。这还要背啊？你要是背不出来，我告诉你，我撤了你的职。撤，撤，撤，撤。师长，你看，那面就是定边城。定边城里有将近一个营的兵力，老百姓说，这个营将近有100多条烟枪。而且定边城里还有一个地方的保安团，但是保安团的兵力也不多。我已经化妆去侦查过了，这些士兵啊，都个个面黄肌瘦，根本没有战斗力。好啊，你这个副团长能亲自去侦查，是好啊。
你升了我的职，我不能给你丢脸呀。参谋长，定边、延迟是我们西征路上的打击目标，拿下它符合西征的战略意图。毛主席说，这定边城有打不尽的土豪，如果打它，你有什么建议？定边只有一个营和一个保安团的兵力，打下定边，我看完全有把握。好，徐州，到，立即回应二三二团，召集人开个会，让他们尽快打造攻城云梯。另外，研究出一个作战方案交给我。是，参谋长，到，速给军团长和彭总发电，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是，师长，上级电报，军团转来西部总指挥彭总来电指示，定边城目前敌情不清楚。70、80师可以绕开定边城，继续前进。绕开定边城？部队攻打定边，一切准备就绪，而且定边城对我军西进至关重要，拿掉它是迟早的事儿。目前我们以一个团的兵力，完全可以吃掉它。如果绕道而行，等敌人的增援部队一到，就会截断我军西进的后路。这样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建议，坚决攻打定边。是啊，对于定边的情况，我们经过深入调查，所以我们还是很清楚的。可是彭总那边并不了解，如果我们发电报请示，也不一定能够把情况完全说清楚。所以首长不同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看，还是算了吧。这毛主席和彭总刚刚提拔你，你现在就不听指挥，违命出击，这万一打定边城有什么闪失，后果不堪设想。谁说我不听指挥了？小桑，到，立即请示军团，让他们给彭总发电报。是，就说定边城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敌人只有一个营的兵力和一个保安团，而且防御工事也非常薄弱。我们完全有把握拿下定边，为我军西进铺平道路。是。彭总是个战略家，我相信他会同意我的意见。师长，咱工程部队已经准备好了啊！彭总那边怎么迟迟不来电啊？胡三桑，到。上一回你的电台就出问题了，这回不会又坏了吧？师长，我这电我什么我检查一下。是。报师长，电报机出故障了，没信号了。我说呢。那你赶快修啊。参谋长，这可能是烧掉了一个电子管，这没配件没法修啊，一时半会儿修不好。师长，你说怎么办？管军中，到。打下定边城，有没有信心？打仗，我们当然有信心。但是如果打定边，那就是不听指挥，违命出击。现在时不我待，此地也不宜久留，所以打与不打，都听你的。电台坏了，不等了，下决心打定边。我命令232团担任主攻，233团、234团于当日下午赶到定边城外，具体部署等我命令。是是，你们过来。战斗从城东打响，主攻部队从南、西、北同时发起进攻。攻上城墙以后，吹开放号，意思就是把敌人吃掉。明白。关军中，到。回去以后，用你们团的电台，以我的名义给军团发个电报，就说敌据我歼，攻城可克。我们已经发动进攻了。是，我都明白了。明白就好。报告。进来。师长，没吹。啊，
师长，我的电报机其实没任何故障，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收到上级的任何指示。那为什么你要说电报机坏了？师长，如果电报机出故障，那您的一切行动就都不是违抗上级命令。既然没收到上级的任何指示，那您的决心是不是就好下了？ 难得你能懂我的良苦用心呐，这个事儿责任我来负，但下不为例。是，我去向参谋长报告，说电台修好了。这场仗只能打赢，不能输。我一营，担当主攻，就是打下剩下一个人，也要拿下这个县城。 够兄弟，连队所有弹药都要打完吗？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怎么还问啊？定边城要打下来了，我告诉你要小子听清楚了啊，那里的炮弹拉都拉不回来。哦，我明白了，咱韩师长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坚决打下定边城。Yeah! 三个花在哪了？哎，参谋长，你看现在这个官居中都已经是副团长了，你就没什么想法？能没想法？啊，我的两个兵，一个当了师长，一个当了副团长。啊，我呢，还是个营长。听这个意思，有点情绪啊。能没情绪吗？我这人啊，不在乎。啊，打起仗来什么都不想。啊。 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嗯，有本事跟敌人去较劲，好，跟自己人较什么劲，是吧？要么怎么说老同志呢，觉悟真是高啊！哎呀，老连长，啊，您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来来，我给你敬个礼吧，啊，对不起了，啊，哎，这别，红军啊，不信这套，好，你忙吧，组织上心里有数啊。 回头我找你谈话。谈话。走。师长，除了敌伪县长带着几个保安队士兵跑了，派我监视县城去了，其余全部被歼。我们一共歼敌一个营和一个保安团，活捉敌人500余人。
脚后战马100余匹，长短箱400余只。还有，我们在搜查中查到了国民党市长高贵资的皮毛行一处，我们给他没收了。哦，师长，师长，好。干什么那么高兴啊？师长，咱们发财了，发财了，捡着金元宝了，这么高兴？百花的大洋，10000块呢。有10000块吗？有。嘿，我让他争取弄10000块，还真是10000块啊！师长，这13000块呢，怎么样？这下咱们70-80发大财喽？什么叫70-80发大财啊？红军发大财？你干什么鬼鬼祟祟的？咱这穷日子过怕了，您说上交就上交，到时候我的管家可就难办喽。我告诉你啊，别跟我打埋伏，该多少是多少，一块不少，全上交。是，走吧。走。通知政治部，让他们张贴安民告示，宣传抗日民主。是。韩先楚率领70-80攻克定边，缴获了100匹战马。10000块现大洋，这着实又是发了一笔不小的财嘛！是啊，彭总，这是红军西征以来的一件大喜事啊！嗯，可喜可贺。是啊，等等吧，这个韩先楚啊，还会有不断的惊喜给我们呢。给15军团发吧，70-80机动灵活，攻克定边甚好。庆祝胜利，定边防务移交给28军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70-80继续向延迟开进。定边舰艇，共匪的15军团70-80，昨晚30分钟就拿下来了。吴长官，我知道你一直在关注共匪70-80的师长韩先楚，没想到啊。当初那个拉黄包车的穷小子，现在这般出息了。哎，当年要是在武汉，咱一枪毙了他，不就没这么多事儿吗？哎呀，养庸遗患，这种事情我们干多了。吴长官，您啊，就别为这事丧气了。我听说西安城来了位名角，现在正在盛唐大剧院上演京剧《梁红玉》，东北军的年轻军官们呀，可是喜欢。哦，对了，据说这位角儿还是一位来自咱们湖北的乡党，要不，咱也去看看。吴荣啊，你有没有发现，自从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这西安的共党的地下党异常。东北军的军官、青年学生、社会名流，还有那些工农民众，个个的蠢蠢欲动，这是个不好的兆头啊！中统那帮混蛋，个个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总觉得西安要有大事情发生。今天晚上中统有行动。什么行动？他们怀疑这个戏班子烧了共产党的指示，在宣传他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抓吗？对，一个都不留。你亲自去，别让中统的人抓到任何的把柄。放心吧，吴长官。是。
萧姑娘，你今天唱的真好，戏也选得好。今天晚上人啊可真多。是啊。小老板，看看我们走。你们是谁呀？你别管我是谁，这个地方不安全，咱们上车再说。哎，你到底是谁？我来不及解释了，再不走你会后悔的。哎，小老板，不好了，外边特务来抓人了。冰雹，快走，快走。冰雹，冰雹。骑兵团长醉倒在老板娘的地窖里了，你要我配合你画画，除非我死。走，让我跟你回去，除非我死在这儿。